着自己追着时光的轨迹，清澈的眼睛，青春就在上你不相信啊？你干嘛要拿我开玩笑啊？谁拿你开玩笑？我说的是事实。难道你没有发现吗？你看看这里。发现什么？我第一次看见女孩子龇牙咧嘴、不计形象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当时的我一点都不觉得你丑，反而觉得当时的你特别配得上美丽这个词。一个为了梦想而努力拼搏的人不美吗？喜欢你的人就会喜欢你的全部，你应该要以这个为荣。可是我撒谎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脑子一抽筋跟江医生撒了一个那么大的谎，结果一直要用一个新的谎言去圆上一个谎。我不想这样的。现在好了，江医生一定以为我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。所以现在呢，你打算一直演下去，让他对你的印象停留在这儿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就解释清楚啊，而且要大大方方、漂漂亮亮地告诉他你究竟是谁。就这个了。干嘛？买衣服啊。你平常在学校穿运动服还穿不够啊？我们今天来就是要穿各种不同的风格，好吗？可是我平时就是这种风格啊，其他风格我又驾驭不了。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会驾驭不了？我们运动员还有撑不起来的衣服吗？相信自己好不好？走了。欢迎光临。哎，好久不见。上次那件衣服回去穿着还满意吗？这个好漂亮啊。还行。这次带着朋友一起来，那你们随便挑吧，有事随时叫我。好。哎，上次的衣服是你亲自帮我试的？还不是因为你挑衣服，赶紧。太成熟，太单调。你认真，太暴露了。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啊。我是带你来挑衣服，你给我试干嘛？认真挑。那么凶干嘛嘛？你又不是没有穿过。快点。好了，就先试这一件。哎，你一定要帮我解开这个误会。我为什么要帮你解开这个误会啊？
上次要不是我来帮你试衣服，他们会这样怀疑我？那你想我怎么帮你解开呢？你就说你是我女朋友，然后我今天带你来试衣服，可以吗？我要是说不呢？你不会这么没良心吧？嘿嘿，你还真猜对了，我真没有。拜拜。我要这一件。这一件恐怕不太适合你啊。这是我买给我朋友的，可以吗？哦，那蛮合适的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你看，你看你头发，这样才帅嘛。谢谢。哎呦，逛街逛太久，我肚子都饿了。待会儿带我去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饿了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买完这件衣服，我们去吃大餐啊。嗯，你们感情真是好啊，男才女貌真般配啊。嗯，谢谢。你不是说不帮我的吗？女人嘛，总是善变的。可以。你好，一共是1280，是现金还是刷卡？刷卡。等等啊。江不南，你疯了吗？那衣服那么贵，随便找个理由说不好看就走了呀。喂，你干嘛？我没有钱给你的呀。小姐，这双鞋子我也要。好的。直接穿走，不用打包。好的。怎么了，宝贝？赶快结账，我们去吃大餐啊！给您。哎，现在好了，冲动之下一穷二白。哎，人生难得冲动嘛。买衣服的钱，等我攒够了我还你。没关系了，不需要。不过。你要是可以养我，我不介意的。哼，想得美啊你！这是我们家的吧？对啊。还给你，我才不要呢！还给你，我不要。其实啊，你只要认真打扮，还是像个女孩子的，我原来不像吗？刚刚还夸我健美，怎么现在是我操啊？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两面兼具，既不失健壮的美，啊，又不失柔美。你应该要感谢我，好不好？我感谢你什么啊？是我慧眼识珠，善于发现你这全方位立体的美。不像我大侄子，他不懂得欣赏。
抱歉啊，我又说错话了。人有什么错啊？爱情才是错吧？不就是暗恋一次而已吗？都成诗人了。什么嘛，我本来就很感性的好不好？哦，其实最失落的是到最后我也没能跟江医生说实话。哦，你干什么啊？很痛哎。你不就谈一次恋爱而已吗？不行你就把他忘了放了算了嘛。再说了，大侄子真有那么好吗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当你的诗人不用管我。哎，干嘛？我送你的新鞋你就这样弄脏了？不好意思嘛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干嘛？上来。喂，放我下来。到我再放你下来。哎呦，不会。哎，等等。干嘛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没有啊。糟了，猫猫那边，猫猫。小猫咪冻坏了吧？这个猫我打湿了，今天晚上这么冷，它会冻死的吧？不然我们把它带回寝室吧。学校不让在宿舍养宠物。学校不让干的事情你少干了吗？也是。你拿着。我不要。哎，你身体比较暖，你给它捂嘛，顺便把我。我不要，我害怕，我不要。行。你害怕猫猫的话，那就丢了。把猫咪给我吧，今天晚上谢谢你了。其实我也可以照顾它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猫咪是我先发现的。是你先发现的。但我抱他回来的，所以我也有养他的权利。况且如果你带回去的话，到时候被舞蹈系的人发现又会被检举，所以还是放我这儿安全。你得了吧，冷风成天盯着你想抓你把柄，我又不是不知道。所以还是我带回去。不要不要。哦，猫咪猫咪，走，妈妈这里来。小心小心，等妈妈这里来，等妈妈这里来。哦，小喵，来爸爸这里快点。哦，你看清楚哦，千万不要认贼作父。小喵，我告诉你哦，来爸爸这边，你妈妈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所以来爸爸这边，快点。哦，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嘿，兵不厌诈。待会儿一定要乖乖的哦。啊！你这小猫也太可爱了吧，什么时候养的？你快点再发几个视频给我看看啊。
行动，收到。喵喵，喵喵。哎，来来来，快点！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？我已经算快了。你这是从哪弄来的？不用管，你先喂他吃吧，他应该饿昏了。来。嘿，哎呦，可爱。嗯，慢慢吃。可爱。哎，对了，不如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。嗯，取什么？嗯，他是我们从雨天捡回来的，不如叫他小雨。小雨，我还大风呢。既然要取的话，我们是从许愿池捡回来的，那就叫招财吧。招财？嗯，不要，听起来像狗的名字。那就叫狗子了。来，狗子吃啊。不行了，太随便了吧。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，那就叫随便吧。我说你干脆叫太闲吧。队长怎么来了？大晚上的，跟谁约会呢？队长，你这样盯着我女朋友不太好吧？下次训练别迟到了啊！啊。哇，见鬼了！你才见鬼嘞！谁是你女朋友啊？真是臭不要脸！我臭不要脸？要不是我这么说，他会走啊？你们那个队长也真是个神经病。你现在知道还不算晚，知道我的苦了吧？你对猫真是细心照料，怎么没见你对我这么温柔？猫这么萌，这么可爱，哪像你啊？我怎么就不可爱？干嘛？刚说又来了。喵。信号，如果天台也有装 WiFi 就好了。WiFi， 对，我们可以叫它 WiFi。WiFi 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。WiFi， 好像不错。对啊。这样以后我们走到哪儿都有 WiFi。WiFi，WiFi， 来来来，给我一个 WiFi， 开个热点吧。你有病，我有病啊！大晚上在这呵呵呵笑，还学猫叫，想吓死小爷吗你？我刚刚在说梦话，没事快去睡吧你。再说梦话的话，小心我扁你啊！
艾菲，你饿了吧？嗯，来，快来吃早饭。是这吧？对，就约在这儿。喂，我们到了。你们已经到了？就在楼下，快点吧。啊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等我啊。慢呢，你打给我，我挂了电话马上就冲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原来呢？还没来。还没来。嗯。哎。哇。林医生早，江医生早。原来你今天很好看哎。是啊，运动装换下来，感觉像换了个人一样。你们也不看看是谁参谋的。哦，哎，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哎，你出来之后 WiFi 怎么办？你该不会忘了吧？你真是……哎呀，放心啦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上车。来点。好。来。嗯。草莓味的好吃吧？是不是？好吃。原来，啊，你没事吧？一路也没怎么说话。他晕车。嗯，对啊，我也有一点点晕车。那你看慢一点。好。你不要看他练柔道的，其实他身体很弱，从小到大都是。从小到大？嗯。你们俩认识多久了？他们小学就是同学了。嗯，林医生，你跟江医生是不是也认识很久了？啊，是啊。说起来，从大学到现在都有十年了。十年哦。嗯。他呢是大我一届的学长，本来我们是一个社团的，后来很巧的是我们课题选的是同一个导师，渐渐的也就熟悉起来了。是啊，这么一想还真是快。从大学认识，到后来进一个社团，到后来我们跟导师，嗯，再到后来分配工作，好像哪哪都能碰上你。干嘛呢？干嘛啊？你不要给我动武。
么呀？被帅到了吧？去，真是自恋。哎，你们看，我们前面就到了。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单独出来玩过啊。是。一会儿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哦，咱俩一块儿啊？对，我们自己去。哎，这边变化真挺大的，现在很漂亮啊。你们口渴吗？嗯，我口渴，我要去买水，要不要喝？要不要喝？去哪儿买？哎，林医生，你陪我去好了。哎，我喝白水啊。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比赛的事情我都忘记祝贺你了，恭喜啊。嗯，谢谢江医生。其实，我一直想跟你道个歉。啊？我知道，因为我的出现，可能对你的训练甚至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我是一个对于感情比较迟钝的人，很多时候也是不自知的，这样反倒对他人会产生不好的影响。你也许也是因为这些，所以误会了我们之间。我一直想找个机会，郑重地跟你说一句抱歉，对不起了。啊，江医生，你有什么好道歉的？你又没有做错什么。不不不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之前顾楠还因为这个跟我大发雷霆，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。也不知道他们聊好了没有。你选好了没有啊？啊，还没。我要分析一下这些饮料的糖分。所以，抱歉。不用说了，江医生。江顾南他误会了。你就不用太在意，不用太在意。这瓶热量太高了。哦，那我看一下，那就这一瓶吧。我要，你在这边不说话干嘛？哎，原来他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没事，你们玩吧，不用管我了。去追啊！哦，我去看看。哦。他怎么了？没事。姑奶奶，你到底要跑去哪儿啊？天就快要下雨了，你把你的江医生丢在那儿，你几个意思啊？我拒绝跟你这种不讲信用的人说话。什么？你说谁不讲信用？你讲清楚。你都把我喜欢江医生的事情告诉他了，这就是所谓的讲信用啊？哦，你说这事儿啊，我这不就是一时嘴快没忍住吗？我居然会相信你这种人会替我保守秘密。我哪种人？我怎么了？你现在根本就是把你恋爱失败的气撒在我身上吗？谁拿你撒气了？你现在这凶巴巴的样子不是拿我撒气是什么？就知道对我有能耐，就只会凶我。在江医生面前你说话都不敢大声，你说你假不假？你就这样看我的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电话也不接。别打了，没事儿。多大的人了，丢不了的。本来是你和顾南的和解之旅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。不好吗？
这小子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放心吧，我们俩很快就好了。哎，来，小心点啊！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师傅，你好，我买两张下岛的船票。没船了，没船了，马上就刮台风了。哎，对面有个旅馆，你们住一宿，明天再走吧。哦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啊。我站不起来了。你真站不起来了？啊，我真的站不起来了。怎么了？你说下这么大的雨，他们两个人跑到哪里去了？而且我觉得原来心事重重的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明朗，明朗，哎，你说，想什么呢？跟你说话也不理我。哎，你饿不饿啊？不饿呀。我有点饿了，我想出去吃点东西，你继续啊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自己玩的挺开心啊。走吧。也不知道他们俩吃没吃饭。你要是担心就发个微信吧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哎，你看。他受伤了。咦，没了。不行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功放。这么严重啊。不对啊，我干嘛要管他？我都已经这么惨了，你再不过来看我，我可真的要生气了。干嘛？你膝盖怎么伤得那么严重啊？我哪有伤得重？你看错了吧？怎么没有？我都看到照片了。你怎么回事？明朗很担心你啊。用不着他担心，我好得很。哎，就说没事了吧，瞎操心的。挂了，拜拜。挂了，这小子。没事，不管他，走吧。不来找我，那我就指点自己的外卖。他的食量一个肯定不够吃。加，不是真的不来看我吧？该不会是真的不来找我吧？真的不来看我吗？不会是真的不来找我吧？小胖，你真的太冷血了。哇，我的脚竟然好了，真是奇迹啊。小胖，你这外卖还要不要？当然要。还在生我气呀？他突然就这样闯进了生活，真是打乱了我一切规则，心却另有所求，难过。他突然
向天边。